边个嘅单车？快啲揸走佢啦！呢度唔俾单车入嚟噶。唉，主人又俾人赶走啦！鬼咩？香港地少人多，放我喺边度都成日俾人闹，锁我喺街边，主人又唔放心，有好多有趣嘅嘢就系咁擦身而过。主人知道香港都有唔少单车爱好者，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单车者服务，又同经济冇冲突，咁呢个地方一定会好受香港人欢迎嘅。于是主人就决定参加飞跃启德呢个比赛，希望成功为单车朋友争取一个地方去聚脚。虽然我唔清楚佢写乜嘢，我只系知道系围绕住吃、喝、玩、乐、游、居、业都可以一起进行，而我可以自由进出，主人不会怕被人赶。可能那个又不用劳气，那那时不是就是三爷咩？到时候轮椅、滑板车等等都可以一家团聚，是四爷添啊！这个是我和主人的梦想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实现呢？